我们这两季的诗词大会当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出到纳兰性德的诗词来作为考题。对，这个纳兰呢确实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啊、首先他是纳兰明珠这个权相的这个儿子是吧，而且他本人呢又极有才华，而且22岁就考中了进士，而且这个进士呢是很靠前的是吧，第二甲第7名是吧。我经常看到这个纳兰性德啊，我这怎么就突然就想到韦小宝了，因为他是御前一等侍卫，比方说如果王老师是康熙爷，我跟这个谁我跟立波我们俩师兄弟要是一等侍卫，那我们俩得挺着，然后我们俩挺的时候还写什么风一更雪一更沾一城水一城，这有点对不上，你说这是不是。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自己虽然地位很尊崇，但是他的内心世界里头啊，对这做官这种事儿啊，对这个达官显贵啊，他还是有点不大认同，所以他自己啊一直处在这种比较纠结的矛盾当中，所以他的词反而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什么呢，比较哀婉比较悲切的这样一种风格。